王少侠，大家都等累了吧？来，都找个地方先坐下。我知道大伙都是来找我的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大家聚到了一块。我相信大家心中都希望这片江湖能有另外一番风貌。我们面对强权不屈服，遭受打压不畏惧，面对不公，敢于勇于申诉，这个时候的江湖，必是自由的。说得好！今天咱们大家伙聚到一块，就是今天以枪口草起个新的江湖名号。咱们大家伙。 随了你，那就叫象鼻塔吧。这不是座楼吗？怎么也该叫象鼻楼啊？你还记得些？只有金风细雨楼才是楼。我们就叫象鼻塔吧。好，出墙不入象鼻塔。